交叉这个动作虽然只是个 D 组，但这个动作要求会很高。所有选手的这个全旋并腿，你看到，你可以有起伏，就是脚啊，有高有低，这是可以的，但是腿不能分开，髋要伸直，膝盖要笔直，支撑要高，才不容易出现蹭马而导致的中断。失聪。